箴言第十九章第十七节：怜悯贫穷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所以刚才我睇赵容基嘅第四度空间，会讲属灵里面啦，好似怀孕咁诞生出嚟咧。点解佢讲呢番嘅说话咧？咁样咁其实原来系真嘅，因为嗰样嘢系属于你里面所诞生出嚟，属灵里面性格里面诞生出嚟，但系会有嗰种嘅叫做。情绪上 emotion 上的感觉，你感觉那样东西是做得到，你感觉那样东西是可行的，你感觉那样东西是神 call 你去 complete， 而你又有本钱将它分晒 step， 然后可以做得很圆满的。这个是这么多年当中石安所有 project 都是有这样的现象的嘛。但你开头起手式的时候，你突然间听我讲的时候，你都哇，突然间牧师有转了弯，突然间这样讲件这样的事的，即好像就好像是2012信息那样。啊！突然间，我以前冇喎，史无前例喎，突然间走出嚟话要讲呢套信息，嗰种噶嘛，系咪？希望达到啲咩咁啊？但系硬系就系我讲之前喺嗰几日就系感觉到系做到嘅，我哋系做到嘅，系得嘅，系要将佢化成一啲 step， 尽快去完成，咁先至一个新纪元啫嘛。成案完全喺所有信息里边，同埋神嘅同在同埋带领，先完全变咗一个新纪元啫嘛。咁呢个就系讲紧神嘅同在，按住你嘅品格。去提升啦，相对咧，你会睇到呢个同在提升嘅时候咧，同样你会感觉到一啲本来做唔到嘅嘢咧，你会感觉到系做到嘅吓。咁当然啦，全世界嘅牧师咧，有灵恩以嚟最劲嗰啲先知咧，佢系感觉到佢做到嗰种神迹，从来佢哋唔系感觉到做到个 project， 系嘛？即系上台 call 到位咯，可以医到人咯。可以排隊，可以逐個為你祈禱，你哋會起身咯。咁佢哋咁啫嘛，即係就算 Charles and Francis Center 佢哋都係噶。但從來喺歷史上從來未見到咧，係好似我哋咁完成 project 嘅，係一個個 project 嘅，包括2012信息呢，從來冇嘅，因為佢哋從來未到咁嘅 grade， 即係有神嘅 mind 嗰種級數。因為大家都知啦，睇翻佢哋嘅信息，睇佢哋一生好 simple 嘅啫嘛，佢哋個個都好 simple， 唔係好似。石安咁咧，即係嗰種咁神奇嘅級數嘅信息領受同埋啟示噶嘛？咁呢個咪就係講緊一個完整神嘅形象同埋性格啦。咁所以如果你講緊關於行善裏邊呢一份嘅心意啊，出邊反而都冇啊。嗰、那個唔係就係牽涉佢哋冇咁樣嘅足夠嘅信心，冇足夠嘅信念或者冇足夠嘅憐憫啊。嗰、那個其實係佢哋神嘅同在未到咁嘅階段，所以你當。聽到的時候其實已經我有這樣的心態，自己是這樣做，而我帶領的教會我都要他們一定是這樣做，這樣啦。咁所以在那時候我能夠開頭自發這樣做是一個 good will， 但後期我長期能夠這樣做，就因為那個 good will 已經帶來同等 measure 神的同在，到現在來講我輕易做得到的，同埋永遠都會做得到，因为神的同在就在那里监视着。所谓在我来讲当然不是监视了，是不是就是他眷顾我这份的品格，然后给回配得的同在，而导致到我不是被监的去做，而是在他看住底下去做，这样。那因为事实上他尽量不会这样做的原因呢，也有个理由的，因为他的同在去到这样的阶段呢，其实跟着你之后做就好易了，明白吗？就如我所你点敢啊？嗰种系咪？你有冇问过佢啊？咁啊，你唔问过佢，你就转咁。你已经到咁嘅阶段噶啦嘛，佢个同在系咪？咁所以就会易好多嘅，所以变咗佢都唔轻易会俾到一个咁嘅同等 measure 嘅同在。一真系你嘅性格要远远过咗抛离嗰个 grade， 同埋已经嗰个系你嘅品格，唔系你一时嘅兴起、一时嘅情绪或者一时吹谷出嚟嘅吓。咁所以而家你要明白啊，真系 sacrifice 带嚟神嘅同在就系咁解啦。就是因为 sacrifice 又是一种的品格上的升华来的嘛。所以那种都是属于我们的 sacrifice 的。但这种 sacrifice 真的有带来神某个程度的同在，但它不会高过你的 sacrifice 的。因为太高，高过之后你下一个 sacrifice 你没意做，是不是？在神来讲变了他又不想等那样太易，因为那样太易的话你用了不是那么多力的决断心，产生的性格又不是那么稳固。又唔係咁真，咁有少少真係俾神監嗰種啦，咁佢又唔想啊，因為一俾佢監咧，
你就算原作的心呢，自己用的力呢都少了嘛。咁所以你就明白啊，而家其实点解基督教系同邪灵嗰边咁唔同嘅？啊，好多哇神打乜嘢都有嘅，好多啲神奇嘅嘢嘅咁样。但系点解神嘅家里边，尤其是去到新约嘅时候，点解唔能够似摩西五经嘅时候嗰种级数咧？因为如我所讲，而家你知啦。咁调翻转，严格嚟讲，当时嘅以色列人咧有少少似工具人嘅，其实明啊？但系你又睇到咯，哇！日日食緊馬拿嘅時候都可以作飯，哇！你諗下嗰啲要唔要得啊，大佬係咪？即係磐石日日出緊水嘅時候，佢都會埋怨，搞到摩西發住牢騷打個磐石。你諗下，即係佢哋可以咁，你而家喺心理狀態底下，你真係唔好睇得起嘅，係咪？我哋要喺咁嘅底下出到我哋教會咁嘅級數，咁你所以對比就係、是、永恆裏面冇得比啦。即係我哋同佢，即係佢哋都唔能夠做好人。在这样的神迹底下都不能够做好人，但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还要好过他们，所以变成在神眼中我们的性格就优美过他们。箴言第十九章第十七节，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神灵常慈听天怒，心平静不寄望，人生艳影虚荣，唯盼这生无愧忠贞，请倾听真意，倾心纯正，出爱情奉我优美品性，求上帝倾听牵我手奔驰得胜，怀着信念热情持定永生，常作恩主见